然后呢，就是一般他们都是到沙底上去找的，所以呢，这野色呢是野色呢，羊肚在沙底上找下来的是特别好吃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哦，多的不说，反正阿子墨也没有拿去卖，他放在家里面了。然后呢，大家想要的，刚才已经上了50刀了。拿去卖的，对。然后这个价格的话，不会就是说，阿伟哥也不会就是说都说你们一分钱怎么样？我只是呢，就是帮助阿子把他牙都剑给分享给叔叔阿姨们，然后呢就是大家想要的就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啊。这个是晒干了的，很轻的，听到声音没有，已经晒干了的啊，很轻的，对。那么大家去拍就行了，拍就行了，明天直接发号啊，明天直接发号50单啊。大家上了，刚才上了50单了，如果大家还没有抢到还想要的话，公屏上打出来，我直接再给大家上50单啊。直接再给大家上50单，然后明天直接发货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这是阿紫他们这边的特色啊，看到没有？有小的，有大的。这个牙肚卷的话是3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吃的是最好吃的，三十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吃了是最好吃的，知道吧？是最补的。那么年轻人的话也。想吃的话也可以吃，因为也是特别好吃，知道吧？而且说叔叔阿姨们，3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吃的话，就效果更好，就补。比如说，叔叔阿姨们里面的女儿怀孕啊，就是儿媳妇怀孕啊，那些也可以吃，那些也最好的，知道吗？这个是因为它就是主要是对孕妇嘛，它就是补的嘛，所以就给他们吃也是最好的啊。你们给他们买也是最好的啊。对对，你们吃也好，给儿媳妇啊，给女儿啊，送给他们，给他们买呀、啊，也是最好的，知道吗？对对，因为它就是平时炖鸡啊，这些都是很补的，所以呢，这羊肚卷的话，就是比如说你们儿媳妇、你们女儿这些孕妇啊。这些也可以，你们送给他一袋也对吧？一袋送给他们，他们拿去平时熬他喝啊，煮炖他喝啊，炖他吃啊，这种效果都很好的。什么钥匙啊？车钥匙吗？车钥匙，干嘛？对。大家那个啥啊、哦，还没有拍的，大家去拍一下啊。大家去拍一下，还没有拍到的，大家去拍一下50单啊、哦，50，我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，我直接给大家上50单。来，叔叔阿姨哥你们都抢到没有？有没有想要的？想要的公屏上扣个一，想要的扣一，然后刚才还没有抢到的扣一，我看看有多少。如果基本上有几十个人的话，我就直接上50单给大家抢一下，好吧？直播间1800多个人，来50单有没有？那个给完了，等一下给。你叔叔阿姨们拿一点回去吧，就是给我爸妈吗？哦，对，我爸妈吃不了多少的，就50克就够了，因为他们我经常过来的嘛，到时候那个在那个嘛、嗯、一打有多少？一打50克啊，98，一打50克，50克就有那么多了，98啊，因为他这个是晒干的，所以很轻的，知道吧？你看，比如说这么多啊。这么多他一两都没有的，真的很轻的，一两都没有，真的，你看很轻的，晒干了的，因为所以50单就很，你看比如说这么大一个，你看看到没有，他很轻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们吃之前呢用温水先泡一下，他就反复圆会了，就变大了，然后呢就是他就有那个就是就像你刚刚采下来一样的了，知道吧？现在它是晒干了，知道吧？晒干了它就很轻了，看到没有？听到声音，所以那50克就有很多了。那么这一个你放在水里一泡，对吧？一泡就像你刚刚从树上采下来一样的了，知道吧？来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还没有抢到的，咱们公屏上扣一啊！只要有50个，有几十个，我就直接给大家上50单啊！刚才已经50单已经抢没了。然后现在最后给大家上50单，好不好？扣一啊！公屏上刚才没有抢到的，发货啊！明天直接发货。对，明天阿伟哥帮我拿去发货啊！明天阿伟哥帮我拿去发货。今天抢了，明天发货，就过两三天就到了啊！过两三天就到了，就两三天你们对羊肚菌本身就有很贵的，对的对的。羊肚菌很贵，对，羊肚菌它。
它怎么说呢，我们这边卖的不贵，但是你们不管在哪里买都是很贵的。但是他们、嗯、对他们那里买的不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不是野生的啊、哦、是可能是自己种的。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山上找来的啊、哦、山上找来的野生的，就大年上的特产，就可以这么说。大年上的特产。对，帅哥美女下午好。对，下午好。看来还有很多叔叔阿姨，因为我怕你们今天有些没有抢到，没有抢，然后呢明天后天又私信给阿子墨，然后又私信给我说没有抢到怎么怎么样，知道吧。反正你们抢到了好吃你们就吃，不好吃你们退回来就可以了，无所谓的，因为也不是一天两天直播，知道吧。也不是一天两天，也不是一天两天，一天两天那个啥了，也不是一天两天在直播，知道吧。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不好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就是那个的。这个直接上着吃啊、哦！我看还有没有？感谢点赞，叔叔一个点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啊！赞赞点一下，今天可能要下雨啊、哦！对，今天可能要下雨。这是刚烧出来的土豆啊、哦，热乎乎的，特别新鲜啊、哦！对，刚烧出来的。他们要干嘛？他们要又车嘛，是吧？要的话，我哥再给他们上五十单嘛，因为家里还有一点的。还够五十单吧？嗯，对，差不多还有。那我再给，这样子，阿子说差不多还够五十单啊、哦，我再给大家上五十单。如果最后五十单了，只有你们想要的直接去抢啊，抢不到的就不要私信问我了，也不要私信问阿子了。反正羊肚鸡就最后一批，大家没有抢到的去抢啊。来，最后五十单，最后五十单啊，给大家上五十单，然后呢，给大家上五十单，想要的就去抢就行了啊。我刚刚介绍的大概也都介绍了，然后大家也都懂了啊。已经上车了啊，五十单。对的，叔叔哥姐们，你们想要的就去抢啊，不想要的就不要抢啊，反正你们都知道的，不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羊肚鸡是有多好的啊。阿伟哥，你看我，是吧？你不是喜欢娃子姐穿这种衣服吗？我今天穿了这种衣服。那个啥，我喜欢的是你阿子姐人，不是穿什么，知道吧？他穿个垃圾我也喜欢，知道吗？你们看，叔叔哥姐们，感谢点赞，谢谢。已经上车了啊、哦，五十单，已经上车了，只有五十单，你们没有抢到的。然后想要的赶紧去抢，不要等一下我下了之后你们又说要，这样就很麻烦，知道吧。这样这土豆就